嗨，大家，大家早安。现在是几号？1月14号，礼拜天，10:42。OK。然后今天我只要做有氧就好了。然后等一下就去健身房做一下有氧，然后顺便拍一下那个短片的素材。对，然后今天呢，我应该会吃蛮多的，因为我现在饮食就是我每天都吃很多了，但是我还会每天就是减一点点卡路里，然后让有一天可以吃超多这样，然后我已经累积蛮多卡路里可以让我吃的，就每天都大概少吃个200卡，200-300这样，然后我已经2个星期这样减，每天少200-300卡，所以已经。那个累积蛮多卡路里可以让我吃的，而且我真的觉得我变好干了，算变很干了，然后腿的切割度也有慢慢出来了，对，当然还可以更干了，对，但是我觉得我已经就是在一个好的路上了 ，It's a good process。好了，那我等下去健身房了，拜拜。做完有氧要回家喽。从健身房回来啦，然后现在我要先吃青菜，因为今天会外食嘛，那所以我就想说，我通常外食的时候，我都会先在家把就是一定要吃的东西先吃掉，那就是青菜。对，然后蛋白质的话，我可能在喝那个吧，高蛋白。然后我现在吃饭，我吃个青菜嘛，我会配东泉辣椒酱，东泉辣椒酱真的很好吃耶。我觉得热量很低，低到有点不可思议，就是真的那么低吗？的感觉，100公克，32大卡，会不会太低了？反正就是很屌，很棒的调味料。今天有点想要吃那个寿司郎，因为林口有开一家，然后。新开的，蛮想去吃的，但应该很多人，对，所以再看看吧。然后今天天气很好，所以等一下应该会跟老婆去散步一下。对，然后吃完这个，我还要再吃那个 Pop Tarts， 这个是我看那个美国的那种 Bodybuilder 会吃的。然后我就很好奇，然后结果我昨天去天母，然后天母有那种很多那种美式的杂货店啊，然后就有卖饼干，然后就竟然有卖这个，然后我就很兴奋，我就买了，蛮期待的，希望好吃。但这热量超高的，这个一个热量要370，这一包要370，对啊，那没关系，今天就是我要暴吃的日子，所以吃很多都没关系，嗯。那我先吃饭啦。
と思うんだけど。で、ちょっとね、海苔がもうなくなっちゃったんで、はい、急遽だったね。そうこれまとめて高さで、はい、高さのものさっきキーングです。我刚才把这个饼干拿去烤了，然后还不错吃，长这样，但就是应该不会再买了，而且很难买啊，而且又很贵，但是就是尝鲜还不错，大家可以试试看。嗨大家，蛮多人都会私讯我说要怎么改善两边肌肉不平衡的问题，那我自己有这个困扰。就是我散步中，天气超好的，超级舒服。在益美的店里面买了这个，我的童年，好久没有吃的，我以前超喜欢吃这个的，好期待。好吃耶，怀念的味道。对啊，那放的时候，菜多吃吗？菜全部多一点。西南酱哦。嗨大家，现在晚上了，然后我们赶紧去 Seven 买了一些便当打折的，然后买了一个绿咖喱，然后我老婆买了一个那个意大利面，对，然后我还买了一个蒸的地瓜，我没有吃过 Seven 的地瓜，蛮期待的，那等一下回家吃，拜拜。好啦，今天就差不多这样了，今天真的吃的很多 ，OK， 还满足的。今天应该吃了快4500-5000卡吧，对啊，然后明天就继续努力，继续减脂，哦，对啊，今天就是放松一下，OK， 好了，那今天就这样，拜拜。